大家晚上好，我是非知名逛展人文尚同学。现在呢是7月22日晚上11点多，我刚刚第二次从香港书展回来了，所以呢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回顾一下香港书展，并且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购入的几本书。最靠近入口的地方是三家大的出版社，三联、商务和中华书群，也叫三中商。我们先去了三联书店。今年的主题是历史文化和城市书写，因此呢，书展上最显眼的地方是香港本土和香港作家的书。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反正我看到的都是八卦。最近香港故宫开了，所以这里有好多关于紫禁城的书。我的预算500块。全世界的书展最多的书籍应该都是 self help 书籍了吧？从精神到心理到身体，从整理房子到整理财务，大家好像都有好多问题，好多困扰，需要这些书来解决。另一个想法是，其实我们都是全球文化的产物。我看火焰杯，香港小朋友就看火盆。啊，好吧，其实我知道它是火杯。中国人看耽美小说，也要翻译给有外国人来看。香港的中华书局好像没有专注于古籍出版哦。香港的大学出版社也有很多，牛津、成大、港大和中大的出版社都有展位。内地有引进这套牛津通史，还是中英文对照的，这么算起来，香港牛津的字少了一半，价格还贵了3倍。港大出版社似乎以教科书和亚洲研究书目借场，成大则是引入了许多内地学者的书籍，中大我去拍了。逛完这些，后面就是小出版社和独立书店了。小出版社们简直堪称神奇，有主打漫画的，有主打教科书的，有主打武术书籍的，有主打风水灵异书籍的，还有主打张五常的，非常确信。我还两次遇到了倪匡的作品合集，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看过画面上所有的书。逛了一圈才发现，独立书店才是最划算的，出版社呢是来展示的，书店才是来销售的。而且呢，很多独立书店的选书品味真的很不错。我在微信读书上看完了这本书，净剩217块钱，是天才这位责任，我喜欢那个名字。感觉没有怎么逛就离场了，所以我决定再来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来会展，今天是周五，再去一次书展。进了门我就直奔独立书店去了，今天的人真的好多哦，我感觉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了。看看我发现了啥，今天新发现了3个电子书的展位，原来电子书有这么多的品牌，我真的长见识了。结束啦，坐个书展专线巴士回家了。我这次购入的书呢，主要是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经典的学术类书籍，具有收藏价值的那种，比方说这两本我打7折买到手的，我非常开心，就是如果以后要搬家的话我肯定会带走的。剩下的书有一些是比较便宜的，买了也不会特别心疼的书，这些书的话我大概可能会，如果我要离开香港了，那我可能就会送给朋友，或者是放到图书漂流点，然后去转赠给需要的人。所以我来和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我买的这些书。首先呢是这两本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个是台湾出的书。香港的书展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买到很多外文书和台版书，但是在大陆的书展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这本书不是逛书展买的，这是我上个月逛书店的时候买的，已经看完了，我觉得它里面有几篇论文写的是非常不错的。再来介绍一下其他的书，从这本开始吧。
我买了一个这个冷冻菜料理包，就是把所有的菜全部都准备好，然后塞到冰箱里，回头呢之后可以十分钟上桌的那种菜。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外食太多不太健康，所以想尝试自己做一点。我之前有这样尝试，但是反正第一次买到这样系统性讲解的书，然后呢他只花了20块钱，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当我看完之后，我可能就会送给其他的朋友去看了。然后呢再介绍一下，这本是一个关于清代的画报研究的，也非常便宜，只要20块钱。然后呢我就是过来买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用得到的材料。接下来呢是这本女真，也是20块钱，我真是太会淘了。这两个作者呢，郑宏泰和黄少伦老师，他们好像是对于香港的人物和历史以及女性社会有很强的很多的了解。然后我之前写文章的时候有参考过他们俩的书，今天看到了刚好很便宜，所以呢我就买来看一看。然后这本是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就是有些学者讲在中国发现中国，那么我们尝试一下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应该是按照柯文的这本书的这个格式来命名的。他去讨论陈寅恪在欧洲留学一些生活啊、思想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是这本书《五常谈学术》，这也是一本台版书，它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大概是30块钱还是50块钱，我忘记了。我非常喜欢这种就是知名学者讨论自己学术方法的一些书，我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书，我很喜欢看这种。这本书也不是在香港书展买的，这是上个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寄给我的。然后呢他主要去讨论在网络写作的人，就我本人是如何去学习和掌控自己的文字的。然后我花了2个小时左右看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其中有一些的建议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比方说他说你应该有一些固定的格式啊，或者是说固定的原则啊之类的东西，反正对我来说还是挺有用处的。我看完之后我立刻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自我的 brief 和介绍，就是从这本书里来的。下一本呢是这个裸人，他主要在讲互联网隐私之类的问题。我其实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是我不太认识这两个作者。翻开一看发现一个是一个小说家、剧作家、导演，另外一个是调查记者。就我朋友就劝我说不要买了，这有什么好买的，他们看起来很业余的样子，他们都不是一个研究人员。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很多法国作家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那种很业余但是又非常的 professional，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的风格很独特，非常神奇。还有这本也是20块钱的，我可太会淘东西了。然后呢他是蒲志明老师的《挣扎的帝国》，主要讨论的呢就是南海的原名史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对这个领域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海洋史啊，尤其是元代的历史，我觉得我对元代的历史简直是一无所知，而且只要20块钱，就所以我就买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